فعلا كل كلمة فيها ونحن والحمد لله علاقتنا دائما وأبدا في تطور إلى الأحسن.一带一路的思想可能成为未来中东和平进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和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通过推动一带一路能为中东和平做出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推动一带一路能够给地区人民，特别是像巴勒斯坦人民，还有在这个叙利亚人民 在热点冲突下生活的人民带来一些希望，带来机会，带来和平。 他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一切单边行动，包括建立定居点。